老婆，晚上我哥们让我出去喝酒。你怎么天天出去喝酒啊？不是，那我妈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？我爸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出去喝点酒怎么了呀？这男的，你就得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，你不能约束他。对对对对，儿子讲的有道理。以后你就这样，我爸抽一支烟，你就给自己买个金戒指；他喝一支酒，你就给自己买个金手镯；他出去玩一次，你就给自己买个金手表。他熬着夜，你护着肤；他喝着酒，你炫着富；他抽着烟，你花着钱。多年以后呢，腰缠万贯的是你，黄金万两的是你，貌美如花的还是你。而我爸呢，糟老头一个。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丑。怎么的，嫌自己长得不好看？嗯，两个字，真丑。那四个字呢？四个字，惨不忍睹，奇丑无比。哪有这么形容自己的，就算要形容自己要委婉一点，知道吧？不能那么直接。委婉一点。嗯，长得像你，长得像你。哎呦我的妈。爸，嗯，我这书包都破了，所以给我买一个呗。买什么买？那缝一下不就能用了吗？一天就知道买新的，不知道给家里省点钱吗？我这办了，过两天上医院还得花钱。那你看病要多少钱？手术2000，麻药2000，缝针500，后期的消炎还要500。你这样，你不要省钱吗？你找个小医院，再找个实习生，手术最多500，麻醉呢，你要不要无所谓，咬牙就挺过去了。那我缝针呢？回来让我妈帮你缝不就行了吗？注意消炎，家里不是有酒精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干什么去了？你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我去找我同学玩了一会儿。找你同学玩了一会儿？你同学人家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你每次考试都不及格，你好意思找人家玩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拿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比啊？我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，每一粒种子开花的时间都不同，即使没有开花，那也是品种的问题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在补习班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老师把我赶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老师问我们，马和毛驴身上的宝宝叫什么？我们都不知道。老师又问我们，说，狼和狗身上的宝宝叫什么？有的同学说叫狼狗。老师又问我们，说，老虎和狮子身上的宝宝叫什么？我说，叫老师。